由于当时我们进来的目的啊，技巧教育部对我们的期望是啊，把我们的教育管理的体系啊以及课程啊都带到国内来。那么我们进来以后呢，教育部就很清楚的就有个政策，就说香港其他的学校要进来的话他都不会考虑，一直到 UIC 第一批毕业生出来以后才考虑另外的合作项目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 UIC 的确是非常特殊的啊。我们觉得那个责任是很大，所以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做啊。
琼治，我在美国芝加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Candy， 我现在在西班牙巴塞罗那。我是 Jason， 这里是瑞士的李总。我现在在荷兰第二堡大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在伦敦。现在签约正式开始。